大家好，我是卡尔。那赛回战这次出了清玄与瓦加，他是汉阵营敏捷型攻击型角色。朝鮮ちゃんが打ち明けたならもはや秘密ではないのでは？つまらないな。てっきり私しか知らないと思ってたのに。人と人の関係というのは実に不思議なものだよ。水の一滴一滴が混ざり合って離れられないのに、誰かの記憶に残るよう波になろうとする海のようだ。朝鮮ちゃんや君と再び会えたことが私にとっては何よりも嬉しい出来事だよ。ちゃん、あの空間から出られたことが不思議でならないよ。でももっと信じられないのは時間を超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とさ。人と人の関係というのは実に不思議なものだよ。那这个清玄啊，练到加九的话，有全体会心一级，伤害提升10%。防御穿透提升20%，战斗外生效无降无需进入编队，所以再练到加9就可以了。那他的一技是打三个敌人、啊、那二技是打两个敌人，所以攻击的范围有点少。那这个清玄啊，他可以使用那个兼爱飞弓啊，就是那个神雕常使用的兼爱飞弓神啊，那还有那个西施也可以用的这把武器啊，所以这支如果要拿来用也是。还是可以用的、啊，那我是就把它当加九练一练就好了。那羁绊的话只有一二三四五六，哦，有六个，蛮多的。那不过我只有开两个出来，其他的像天池、见鬼啊，这个都还有几个三个角色都还没开放，我没办法弄不出来。那活动没办法不想氪金的，所以很难弄出来。OK， 那就这样子啊，喜欢影片、啊、按赞、订阅、分享，那谢谢大家，拜拜。